多人嚟到曼谷咧，都會嚟到芭提雅嚟個兩日一夜嘅小旅行。而呢間 resort 咧就啱啱四月先新開嘅，等我嚟帶大家睇下啦。Cross Two 呢個酒店品牌一向出名抵住，好似我哋住嘅呢間一房 Pool Villa， 有成個千平方尺，好大好闊落，一晚都唔使1400元啊，性價比好高。房入边嘅大床对住泳池，我哋住咗两晚，瞓得好舒服。而房入边嘅个人用品同埋设备都好齐家，仲可以额外 order in room 香槟早餐添啊！酒店亦都有两房 pool villa， 下层系客厅 pantry， 上层就系两间睡房。复式嘅双层设计显得更加阔落，好适合一班人嚟玩噶。至于酒店餐厅嘅早餐亦都好丰富，半自助嘅形式，可以 order 泰式、西式嘅菜式之余，又有熱食、水果、面包、甜品等等可以自己拎，更加可以自己榨啲新鲜果汁饮啊！同时酒店餐厅提供 all day dining， 午餐、晚餐都可以喺呢度解决埋。至于设施方面，酒店设有 rooftop pool， 仲有自家得奖品牌 spa 店。以酒店嚟讲，喺度按一次都唔算贵，又有提供单车同埋电子滑板车租用，唔怕喺酒店闷亲啊！唯一美中不足嘅系酒店唔系喺沙滩隔离，不过想去沙滩晒下太阳，都可以叫酒店安排北移车接载，都算方便啦。如果有计划去芭提雅，就可以考虑下呢间咁抵住嘅 resort 啦。